男人两个半被诅咒了。你知道吗？男人两个半的童星琼斯，最近跟耶稣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克里斯多夫·胡森当了好朋友。琼斯还跟胡森录了一段影片，要求所有粉丝们去看《男人两个半》这个他认为既肮脏又下流的影集。但隔天，这名19岁的影星就赶紧发布道歉声明。强调自己发言不当，又被误解。就连查理辛好像也觉得影集遭到诅咒。这大概也是他口中吐出来最合理的言论了吧。你觉得琼斯够格受到查理辛等级的对待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Woohoo!